器官。与其他器官相比，人的心脏是不是很脆弱？器官。与其他器官相比，人的心脏是不是很脆弱？ Is the human heart weak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organs? 器官。与其他器官相比，人的心脏是不是很脆弱？